怎么了？老公，你摇尾巴，你受伤了吗？被车撞。嗯，这个跳线的。然后到后面整个变形了。怎么了？车站新四重四二一 plus 就新四重阳性，然后脱水，然后发炎的状况。他这边的话就是贫血。贫血，他的骨头还好吗？胸椎的地方有一些挫伤。后脚。那个有可能他肌肉受伤或者是韧带受伤。